大家好，我是奎，然后欢迎到新一季的视频。今天我要开箱一家在休斯顿的第一间 TKK 炸鸡店。现在呢，我们就一起前往看一下是否好吃还是怎么样。现在我们到了 TKK 的店门口，现在我们就进去看一下菜单有什么好吃的吧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现在我们的餐也上来了，然后我吃完又再跟大家讲吃完后的感想。
现在吃完出来了，在吃的过程当中我感觉还不错吃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，这家店的地址我会放在下面说明栏跟最后的结尾，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